号，因为今天是十号，然后我们可能要发工资，看一看这个月拿了多少钱。已经到点了哈，换了一身店里面的衣服，排好班。这一身比较职业风一点，还挺好看的。不想拿班，我要去领衣服。好行吗？期待我的工资，看今天发了好多钱。这儿一共有9000多块钱的，9013。是我们三个人的工资，你们看这么多，我很久没有，我很久没有这么多现金了，来嘛，数嘛，把我钱数出来。马上，我看看他发给我们工资。看得我好激动啊！71,000。朋友们，给你们揭秘一下哈，这个月工资有好多钱哈，一共是2202块钱。然后因为这个月我们还要赔钱，才赔了50块钱，还有我去旅游了呀，取消了几天呀，也扣了几天的钱，所以最后就是2200块钱。